喜欢啊，对啊，因为小朋友真的也给我们带来欢乐。游客爸爸叫，比如说马车好了，那个阿嬷，伊讲啊，迄滚的阿较济是要安怎坐啦？我就哇，迄无要紧啦，尾也袂走火啦，叫我们说把棍子拿走。最少都有十几年的同事了，大家都很了解个性那些，所以都很能互相了，难免会有舍不得的。但是又想到，哇，年纪也有了，加上家里孙子是有需要，谁帮他带这样，觉得反正就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，就这么想的。大家身体健康，平安，谢谢。平安、健康、快乐，都有好的前程。三十几年的同事，请说要离开。对，那一种心情，我想不用讲，大家也知道。天。后十个小时，13、14个小时都在这边嘛，比家人的时间还长。那你说同事之间感情不好的话，你不可能待三十几年。我来这边三十几年，一半的时间都在放放车，另外还有一半的时间也是在摩天轮。每天来上班看小朋友上游乐场，好高兴哦！你就那个。心情就会被着小朋友牵着走了。有一个妹妹，她就每次来碰到我，她就说，她就拉我的手，就亲一下，看起来有一个成就感了。在这边儿童医疗中心已经服务40年了，做临时工的时候认识我先生，就这样结了一个家。我们家也是住在这里，上下班也是都是在这边。忽然间他没不在了，没有他的人在这边，走到那里都是他的影子，那边也是他的影子。到现在22年，毕竟蛮怀念他。我的一生的记忆都在这里。我说我不要搬走了，变成老人痴呆了。游乐园就等于说我第二个家庭，因为这边是有我跟我老公的回忆，我一个家庭的回忆，然后跟同事之间大家的回忆，还有客人的回忆，跟客人也是当成是一家子的。没想到说第二个家庭这样子毁掉了。如果可以，我真的很希望那一天不要来。